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。酷不起来了。王一博圈发卡点丢了仪式感，满屏粉珠透着好笑。王一博的生日，妥妥的喜剧人大型现场。请让酷葛之灵起来可好。王一博24岁生日，开篇送上无尽的祝福，小狮子生日快乐。原本以为这是会是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大型有排面的生日，却没想到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付了。为何这么说呢？源于王一博家的宣发小报给带偏了节奏，真是干啥啥不行，节奏都没卡准就算了，顺带着把自家人的脸面给整埋汰了。差评，王一博的生日应该是一场粉丝嗨翻天金主爸爸乐开花的时刻，却不曾想在开心的味道里增加了一股别样的风味，有点上头的想笑出声来的节奏。就想问宣发小豹子想卡点0805送上对王一博生日的应援图片，没想到一不小心就被网速给耽误了，说好的仪式感没有了。哎呀，好丢小豹子的面子，酷葛波波算是酷不起来了。无奈这个卡点失去了仪式感，顺势而来的就是各种的搞笑名场面。王一博的粉丝们对待他那是万千宠爱于一身啊，各种的小作文，各种表达爱意的图文层出不穷啊。王一博的各种视频更是精彩纷呈的展现出来了，看得人心潮澎湃的。没想到在我们沉浸于各种美图文案视频的时候，有一股清流席卷而来。王一博的金主爸爸们相当硬胡是送来了各种的福利，专属定制卡点卡位，果然是出手不凡啊。代言人就是享受不一样的待遇，粉丝顺势而为，各种福利抢不停，统统都是折上折的节奏。王一博的生日思来想去终究成为了一群人的狂欢派对而已，真正的主角还在努力搬砖呢，说不定好不容易换来了一个休息时间吧。王一博赶紧起来收礼物了，看下你的粉丝们到底为你操碎了多少妈妈心啊，各种的蛋糕都做得有模有样，各种款式的绿色蛋糕隔着屏幕看着都流口水的节奏，一定好好吃呢。哎呀，还有各种的小配饰满目琳琅，真的太有仪式感了，这次粉丝算是给王一博之灵起来了。看看人家的这个文案，绿色款蛋糕来自于王一博的妈妈粉、女友粉、老婆粉、妹妹粉，呵呵，真是全方位的顾及到了。蛋糕更是五花八门，绿色是主题，小狮子是标配，为何中间总是有个特殊符号呢？当我看不到吗？为什么会是猪呢？这群猫猫们心思果然是不能猜，各种的猪素总会闪合在其中。我们的王一博24岁了，男人了啊，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了，虽然长得有点幼，但是不能老是放大他的奶根乖，他还有酷呢。王一博的酷被自家的宣发给埋汰了，被自家的粉丝给丢得支离破碎了，孩子内心 OS 算了，我自己捡起来吧。除此之外，各种的粉珠图片顺势批发一般，层出不穷啊，层层叠叠的出来了。我的个天，满屏的可爱珠宝，我憋了半天后终究还是笑出了声，想必王一博睡醒后起来都想打人的节奏吧。没关系啊，王一博，在小妖这里我是不会诛诉你的，你是酷葛之灵不起来那就舔起来就好了。反正你从未间断过往酷的道路上走，保持良好的状态，继续驰骋好了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